刚才只白老鼠在几经尝试之后，终于找到它想要的食物，而问题亦都得到解决。其实人都是一样，在我们一生之中亦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问题要解决。以下就是一个真人真事改编的例子。你好，我叫 Simon， 我是大明公司产品设计部的主管。我是不是很满意现在的成就？成就就不讲得了，不过大明公司在家庭电器产品方面的确是一哥，我能够在里面做到主管的确是不容易。我是不是很顺利可以来到这个位置？当然不是了，我都要克服很多困难才行。在十年前我中七毕业，同很多同学一样都要面对前途的问题。毕业之后我日头做事，夜晚就进修工业产品设计，对工业设计很有兴趣，同埋都有几深入的认识。辛苦了几年之后，有一次我看到报纸广告说大明公司请电器产品设计员，我就即刻写信去申请了。是大明公司寄来的。哦，就是你申请工作那间公司啊？哎，是呢，怎样？得不得啊？不得啊，连面试机会都没有。哎呀，不要紧啦，现在真的找份工作是很艰难的。呢，何师奶个仔啊，他都是大明公司那里做，他说一份工作都不知道多少人见啊。不要紧啦，下次再试过下。嗯？这么多人争，我咪应该要放弃。喂，唔敢啦，谂下其他方法就好啦。面试都冇，点解咧？会唔会人太多啊？啲求职信多又睇唔晒，可能佢封信未拆就俾人抌咗咧？有可能喎、啊。咁仲有咩办法咧？计我话咧，搵机会接触管理层，又展示下你嘅实力。接咗管理层喎，话咁易咩？我哋搞设计噶嘛，大把创意啦吓，一齐谂下计啊！我咧就负责写低佢。Simon， 你讲先。等我谂谂先。我哋可以写封自荐信，直接寄俾部门主管，唔经人事部噶。你仲可以企喺公司门口等，等个公司主管出嚟，然后直接俾封信佢，咪得咯。啊！仲要假扮速递公司啲人，直接俾封信佢哋，实冇走鸡啦。咁多个方法用边个方法好呢？等我谂谂。第一个方法就系写自荐信，优点就系够简单，但系缺点可能系石沉大海嘅。第二个方法咧，企喺公司门口等，优点咧就系够晒直接，但系缺点就系唔知等到几时先见到管理层咯。就三个办法，就是、假扮速递公司啲人，一啲咪接触到管理层，但系冇制服喎。假扮定是犯法的，似乎每个方法都有些问题，有没有其他方法啊？ Simon， 不如这样，最好先多些了解这间公司，看看他们产品有什么漏洞，提供改善的意见给他们，有机会接触到管理层，总是展示一下你的实力。这个方法也不错，不过我担心人家未必接受我的意见。其实行了这么多方法了，似乎最後呢個方法咧係最好嘅，嗱又唔犯法啦，又夠曬主動喎，仲係最有機會接觸管理層添啊！至於話接唔接受我哋嘅意見啊，咁就睇我哋意見好唔好啦。如果好嘅話，人哋一定會接受噶。啱喎，就呢個辦法啦。於是乎，我就開始搜集呢間公司嘅資料，研究佢哋嘅產品，仲揾咗何師奶個仔，睇下佢有冇啲乜嘢有用嘅資料。在努力之下，我终于找到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录影机的问题。我发觉大明公司出产的录影机在录影一段长的时间之后，零件就会过热，跟着就会影响录影的质素。我就想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可以令部机长时间录影都不会过热，可以保持录影的质素。於是我就寫了封信俾佢哋工程部嘅主管，同佢傾傾佢哋產品嘅問題。
冇几耐，我就收到大明公司嘅信，话佢哋嘅主管愿意同我见面。我同主管见面嘅时候，讲完我对佢哋产品嘅意见同埋改良方法之后，跟住我就递上求职信、履历表，请公司考虑录用我。就系咁，我克服咗好多困难之后，终于可以加入大明公司工作，而家仲做到主管添。头先 Simon 成功解难嘅经验，有冇值得我哋借镜嘅地方呢？等我哋一齐嚟分析一下，究竟 Simon 用咗乜嘢嘅解难步骤？ Simon 第一个解难步骤就系认清问题啦。Simon 想加入大公司工作，但系连面试嘅机会都冇，呢、这个就系佢要面对嘅问题。第二点就系分析问题。Simon 遇到问题，班朋友就同佢一齐揾出原因。会不会是人太多，啲求职信多到睇唔晒，你封信未拆就被人抌咗啊？分析完问题之后，第三点就是要定定目标。计我话咧，要争取机会接触管理层，就展示下你嘅实力。有咗目标之后，第四点就系谂下有乜嘢方法先至可以达到目标，即系制定方案啦。佢哋谂咗好多方法，例如喺门口等个主管出嚟，交封信俾个主管等等。第五点就是比较每个方案的优点和缺点，然后就找出最可行和最能够达到目标的方案。最后这个方法是最好的。第六点当然就是采取行动，将方案付诸实行。结果 Simon 将问题解决，达到目标。如果这个方案行不通的话，就要不断检讨，再尝试探讨和采用其他可行的方案。刚才所讲的都是一般解决难题的步骤。而实践这些步骤的时候，就要注意以下的技巧。首先在认清和分析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多方面观察和思考，清晰界定和分析那个问题，然后再制定目标。目标可以分短期和长期，目标不要定得太高，要切实可行先得。制定方案的时候，不要太快下结论，我们要尽量运用想象力，想多几个方案先，以免遗留了更好的方法。制定方案之后，我们要想下每个方案的优点和缺点，然后详细分析和比较每个方案的优点和缺点。先至选择最可行最能够达到目标的方案，跟住就是行动了。采取行动的时候要小心谨慎，还要不断检讨，看看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影响方案的成效。最后就是好好总结经验，以便日后利用这些经验解决其他问题。这些解难的步骤和技巧对我们解决问题有很大的帮助。不过我们还需要多些运用，才可以达到熟能生巧的地步。陈小强，你今个学期已经迟到了七次了噃。我都知道，不过我都不想的 Miss Tam。我知道你不想，但是你都要想办法解决的。你继续是这样，你会没了很多宝贵的学习时间的。没错，我不可以这样下去的，要想办法解决，不要再迟到才得。等我想下，为什么今早我会迟到先？昨晚我玩游戏机玩到咁夜，今朝早知醒自己啦。今朝早个钟一响，我就揿停佢，咁就有闹钟都变咗冇闹钟啦。个钟放到揿埋都系唔得。拉埋晒啲窗帘布，外面天都光晒，里面仲系咁暗，我仲以为未天光添啊，咁实唔醒啦。Cam 仲起身？现在几点啊？前八点钟的啦。八点？我定一个目标才得。如果你是阿强，你会定什么目标呢？我不可以让自己再迟到，但我要几点回到学校呢？七
点半。啊，会唔会太早呢？唔好要求咁高啦，八点先啦。但系我要点样就可以令自己起到身呢？如果你阿强，你会谂啲咩方法呢？第一，今晚一定要早啲瞓。第二，将个闹钟校到七点，然后摆开啲，咁就唔会一响就俾我揿停，实嘈得醒啦。第三，打开少少窗帘布。不过呢个方法或者会令我瞓得唔好噶、哦。头先嗰两个方法咧，又容易做啦，而且又冇乜缺点、哦。但系第三个方法咧，就有啲缺点啦。不如咁啦，试一头嗰两个方法先啦。如果唔得，咪试埋第三个方法咯。一样系咁啦。陈小强，你今日好准时喎、哦。头先讲嘅解难步骤同技巧，对我哋解决难题有好大帮助。不过，有咗呢啲步骤同技巧，系咪又已经足够呢？张婉仪、桂桑同祁志强呢三位同学都系由内地移民到香港嘅学生。佢哋初到香港嘅时候，都遇到好多适应嘅问题。佢哋系点样克服困难嘅呢？因为我是福建人啦，咁所以我初嚟香港嗰阵时咧，上堂 Miss 讲啲咩咧，我都唔系好听得明噶。咁我就尽量咧去对翻 Miss 讲啲嘢，跟住就睇睇翻课本咧，咁样温翻啲书噶。咁同埋咧，翻咗屋企之后都睇翻电视，对翻啲字幕，嚟锻炼自己听广东话嘅能力噶。我嚟到系发觉自己啲英文啲词汇量好少啊。咁跟住就嗰陣時候嚟到係暑假啦，咁暑假又冇咩做，咁一日會花成三個鐘到啦，喺圖書館啊、自習室嗰啲咧查單字咯，跟住查完之後記翻佢背翻，跟住即係積累翻多啲詞彙咯。我同我爸爸一直都冇一齊生活過啦，咁就嚟到香港，我就首次同我即係屋企人成家人一齊相處啦。咁我同我爸爸就。開始就經常嗌霎啦，就因為大家唔了解，咁後來我哋大家坐低傾翻，互相了解翻，咁後來就問題就解決咗咯。我覺得係唔好驚個困難，係要有種越戰越勇嘅心態咯。即係你驚咗佢咁樣，你係永遠都唔可以克服到佢，又唔可以進步嘅。我覺得要有一種唔放棄嘅精神啦。譬如話，我啱啱面對英文嗰陣時候，我都比較弱噶，分數好差啦。咁嗰陣時咧，我就冇諗過放棄，而係咧花多啲心思喺呢一科度。咁見到自己慢慢進步咧，自己都慢慢有翻啲信心噶。現任立法會議員馮檢基先生喺上一屆嘅立法會選舉中落敗咗，佢又係點樣克服困難喺今屆嘅立法會選舉中成功取回席位呢？其實每一個人每日都面對很多的問題，很多的困難要處理，有些處理到，有些處理不到的。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說有個心，就是說就算那個事件是輸了或者不行，但是個心不死就可以了，就是你繼續去努力去做的時候，我相信 是會有回結果的。其實我們當年輸了之後，我們這兩年多以來都不斷努力繼續服務街坊，其實街坊是看得到的。即做人每一分鐘都有困難有問題面對，即只要你知道即你能夠堅持下去的話，任何的問題都可以解決。跟住步驟按部就班，採用適當的技巧同埋抱住積極開放的態度，就是解決問題的三個重要元素。下面有三個個案，看看你們可不可以運用解難鐵三角解決這些問題。两位同学，等一等先吓，校服唔系好整齐，整翻好佢先啦。系啦，而家咪几好？嗱，记得啦，以后着校服整齐啲啊，知唔知啊？知道啦，入课室啦。呢件事情就咁决定啦。唔知大家同事仲有冇其他问题提出嚟咧？啊，系啊，张 Sir，
最近咧，我發覺我哋學校嘅學生著啲校服唔係好整齊喎。啊，呢個問題我都覺得係啊。嗰啲男同學咧，有陣時真係唔知佢哋點打呔嘅，條呔咧鬆到嚟依度都得嘅。啲女同學咪一樣，條腰帶成日都綁唔緊嘅。其實整齊嘅校服係代表學生尊重學校，我哋真係要培養翻學生重視校服整齊先得啦。我同意嘅，不過究竟點解啲學生硬係唔肯整好件校服咧？係啦。我哋应该点样做呢？如果你是训导组老师，你会点样解决这个难题呢？咦，阿黄生，你睇有咩咁好倾啊？哎呀，陈太，座大厦又发生咗劫案啊！有个贼匿埋电梯槽里边啊！阿何太一入屋之后咧，老板都威胁住佢，攞晒啲钱啊！哎呀，咁大件事！咁阿豪太冇事啊嘛，好在冇事，净系唔见晒啲钱，吓亲下啫。哎呀，咁都算好彩咯。不过讲开又讲啊，我哋呢度啲治安啊，越嚟越差就真啦。好似上个星期我个女夜晚翻嚟咁啊，俾人跟踪啊。好彩我哋早啲落嚟楼下接佢噶咋。鬼咩？我哋呢度附近咁静，又少警察嚟巡逻。仲有啊，个管理员成日都唔喺度，喺三个入咗嚟我哋大厦，都冇人知啦。哎呀，咁唔得噶喎。哎呀，阿谭生，你翻嚟啱啦！唉，呢度又发生咗劫案啊！你系呢度嘅业主立案法团主席，你话点算好呢？谂下佢啦。如果你系谭生，你会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呢？我个仔啊，最近成日都肚痛。一陣間要帶佢附近嗰間公立診所睇醫生先得啦。嘿，梁太，你講開我又記得啦。好似話而家計劃緊將間診所其中一層改為艾滋病治療中心喎。唔係啊嘛，開啲咁嘅嘢？係啊。唉，我知道咗啊，都唔知幾唔開心啊。呢度開間咁嘅嘢，啲艾滋病人啊出出入入啊嘛，萬一俾佢傳染咗，咁你話點算啊？弊啦，呢度都流嘅沙跌啦。唔係啦，我哋都要做啲嘢去表達下意見。係啦，我哋即刻去開居民大會，揾個代表出嚟同啲區議員傾下。嗱，我哋快啲所有人簽名，跟住去抗議。一於係咁話啦，好行啦，離曬譜嘅開啲咁嘅嘢真係唔掂噶嘛。學生梁生請坐。羅議員。我哋今次代表啲居民反對政府喺我哋附近嘅診所開設艾滋病治療中心嘅。係啦，因為咁樣咧，令到我啲居民非常之唔安樂。萬一個病咧，如果傳染咗俾我哋，咁你話點算啊？仲有啊，咁搞法，我哋嘅樓價實會跌啦。嗱，我都好明白兩位嘅感受。咁作為區議員，我一定會幫兩位反映。咁但係亦都講翻轉頭啊，嗱，政府總要揾地方去醫治啲艾滋病人噶。咁政府都要照顧我哋居民利益同感受噶，系咯系咯。如果你系罗议员，你会点做呢？啊，头先同大家所讲嘅步骤、技巧同埋态度，如果大家能够灵活运用，累积一啲经验咧，一定可以解决唔少嘅难题嘅。但大家要记住哦，难题咧系有好多唔同嘅类型嘅，所以我哋最紧要咧系灵活一啲，保持开放嘅态度。遇到一個問題，如果即刻想不到答案，不要那麼快放棄，試多幾次，可能今次不行，下一次就很可能會得了。相反，有些問題看起上來是很容易的，即刻就會想到答案，我們都不要以為那麼快就搞定，可以停下來想一想，會不會有一個更好的答案呢？這裡有一張紙，有一把鉸剪，如果要你用把鉸剪剪一個最大的紙圈，你會怎麼剪呢？这些都是一般常用的方法。究竟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你们想想。